张柏芝谢霆锋的离婚大戏刚刚结束，另一对恩爱夫妻梁朝伟与刘嘉玲的婚姻也被亮起了红灯。先前就有媒体爆料，两人早已经秘密离婚。更加劲爆的是，香港某周刊今天又惊爆，其实刘嘉玲结过两次婚，对象都是梁朝伟。据悉，两人1992年在温哥华秘密结过一次婚，但因为刘嘉玲婚后屡次与多位男星负伤交往甚密，让伟仔相当的不是滋味，两人随即又分开了。各自溜达了一圈之后，2008年，两人再次前往不丹复婚，重新开始这段已经结束过一次的婚姻。事实究竟如何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不过我们还是宁愿相信眼前所看到的，他们的确是娱乐圈中的魔。